啊，这波的话，哇塞，这波绝对是激活，后续看打击如何。第一下100多，还有没有第二下？第二下没动，第三下没动，哇，这波打击应该是绕过去了。工人射了对射了一波，啊，那么对于假装看不见我来说，虽然这波熬过去，但是很危险呐、啊。他的这个一个号是被工人射了一波，直接射残；另外一个号的话是骑宠几乎要被打落马，几乎要被打落马，只有一丝血了。刚才的话那两下，如果其中有两只宠物全中的话，直接就能打死啊、嗯。如果有一只宠物中的话，至少能落马。可惜那后续的两下都没中。那么对于假装看不见我来说，现在必须第一时间回复他，到底是选择恩惠呢，还是单回？恩惠的话是回不满这个坐骑的血的，单回的话回坐骑的血也难。好，那么这波的话是恩惠，然后的话加了个守护，有可能是或者光。哎，攻了一波，哇，这个你保住了这个，保住了这个这个号，保不住那个号啊！哎呀。虽然你保住了这个前一轮非常危险的这个号啊，但是呢，你这个队长号没能保住啊。队长号前一轮血量其实还是有一点的，但没想到被工人又一次射中了。其实工人的话，连续两回合，每回合都射中同一个号的这个几率是比较小的，但是偏偏就被你撞上了，那怎么办呢？好，那么这波的话是可以说对于夜之冷魂来说，现在就是要稳扎稳打啊。我已经占优了，我不需要太冒进了，我稳妥一点就 OK 了。啊，选择了这个集火打工人，你只要把对方工人控住，或者把对方工人压制住，让对方工人不能出手，那基本上很难这个一回合、两回合把你飞掉某个号的，那很困难的。